那个在腾讯平台玩那个 DOTA 的，他那个名字进去绝对是能吸引不少的一个仇恨的。好，我们这一把是，哎呀，我都不好说啥了，是吧？这范冰冰还能跟我在一起？不过算了，年纪到了大都几十圈了，我都叫她阿姨了。这种跨世纪的一个恋情还是太重口味了，是吧？简直伤不起。好，这一把的话，我作为一个史上最飘也是最挨打的一个暗夜，是吧？有的时候仇恨指数上升过头了，还是容易死的。对啊，范冰冰都来了，我去！看见这些同学起的名字，个个比个个屌。你下次是不是还取个杨幂？不过那个人妻我没兴趣的。你看最近喝那个什么苗药，苗族的药，喝完了还真的是挺有效果的，我咳嗽好了好多了。我跟队友说，4BC 先灭了 UD， 你不知道那个你盟友是那个老外吗？是吧？没名字的肯定是老外啊，你要用那个来说呀，是吧？哼，我有兴趣是吧？我兴趣大了去了，只是有的时候不要乱说是吧？有些事情是属于看破不说破。说破不点破是吧？就属于这种的。好，这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3v3，盟友是一个哎呦我去，这个盟友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盟友啊，这两夜一个 UD 啊。我想想这把该怎么打，这把要打得好看一点，然后壮观一点，然后又不能走一个主流的一个路线。好，我决定了，12BR 暴女猎手，看这个名字标题是不是很震撼？那简直是打新生代啊！12个兵营一出女猎手，其实这么说的话不可能的。从经济学来说，那个女猎手都快200块钱一个了，你12个，你一轮2400，你采钱那肯定不可能采那么多呀。所以这种是属于逗逼说法，你们也是看那个听过就算了啊，不要在意了。不过女猎手我倒是真的要出。我等配女猎手这种打法，在我刚玩魔兽的时候，我觉得好屌。然后后来 Creo 把它发扬光大，然后是战胜了无数个人族。先说到那一年 WCG 吧，那个天王在跟 Creo 打之前，不是 Creo 先把那个 Toad 打赢了，然后那个我们队嘛还给 Sky 说了一下，该说那个 Creo 是一个双边暴女猎的一个无脑的冲家的一个打法，是吧？然后天王就说，哎呀，这个打法好打得很。然后第一把赢得很简单，好吗？第一把那个 Creo 那个双边暴女猎直接就被搞死了。哎呦，同学你干嘛呀？巧遇九人黑。然后第一把赢得很简单嘛。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稳了呀，因为毕竟 Sky 打这些战术，他只要是能打的11把的，后面都很好打。然后结果第二把打个 GW， 人家直接双边女猎就直接把他给带走了，都愣了。然后最后一把呢，也是快赢的时候，是吧？你们都知道那个 DH 站起来了，我去，刚哥站起来，直接是地球都要抖三抖。然后那一把的话，他 DH 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一把要黑了。然后这天王就失去了一个3连冠。所以说，有的时候双边女猎这种无脑打法还真的是挺好用的。还记得大明湖畔 W3L， 我跟 Like 被人家给无脑一本兵给推了吗？简直伤的那是不要不要的。哎，我这绕了一圈，我这是干嘛来？我绕了一圈总得带着点什么是吧？我又不是那个什么轻轻的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这个得把吃的是吧，用的全部带走啊！哎呦，想吃木头是吧？来卡个位，你这木头肯定是不给你吃的好吗？嘿嘿，这是属于细节。哎呀呀，妈呀妈呀 ！Oh shit！ 他这个是成功把我给反卡位了。哎呦喂！这还是玩 BP 的，这个是老板他作弊，他吃我家的树啊，他这个，哎，这里还能抓到一个，哎呦妈呀，牛哥，这牛哥有点凶，哎呀，无所谓了，我这4个女猎手，调戏你一个，好，你这个还不够跪下，一个毒镖教你做人是吧？咱们是走一会儿，然后又来一票，好，这里成功，你打野。我就说你别逼我啊，我下手可是很重的，又吃树去了是吧？无所谓了，你这个树其实种的还是挺有意义的。跨年的最后一天，你这个树种到我家里来是有点跳，但是呢又在情理之中，我们就忍了，就从了你。
哎，这面的话，这个盟友是挺好的呀，给我咔，给我弄了一个东西。哎呀，够了，你够了。哎呦，哎呦，我要让你伸手，然后又回手，这属于操作呀。哎呀妈呀，这个拆不掉啊，这个。不过说这个，哎呦 ，no， 妹啊。好，你给我跪下了，跪下了，跪下了。你这个不报我名字道就行是吧？好，搞定。其实以后你们跟人家打赌是吧？说什么名字道这些，然后你输了，你可以跟人家说，就看到老外没有？老外为什么所有的名字都道着写的是吧？你要说你是 from China 是吧？这个多给力的一个。好，现在的话我看一下，家里是一切安稳。我们这边的话，蜘蛛又拆人家的一个地洞，这家是用一个猎头的。哎，我等会儿给大家展现一下什么叫女猎手打猎头，吊起来360度，无旋转，无那个重复的花样来打。哎呦妈呀，这好多钱啊！你别给我那么多钱啊！我真没见过那么多钱的。你知道年轻人钱看到了，有的时候是要犯罪的，还是有点不好。好，这个 Force Guy 他说他是有点坑，但是我现在看他打起来其实不坑的呀，玩的还是挺溜的。哎呦，这个地狱火灾抽了我100的一个蓝，你够了啊！你别抽我蓝了，你大爷的，你再抽我蓝我跟你急。熬夜，我去，蓝都给我抽没了。你再闹腾，我去，我们这个，哎呦，别咬我，别咬我，别咬我，这个还长智商的呀，太咬我了，还是个混乱攻击的，不行，最后一刀结果你啪，然后再来啪，哎呦妈呀，疼，差点给我打死了。还好少年学过武，学过几招，不然我就黑了。好，说好的是吧？ N 兵营爆女猎手，说到做到。12兵营我是搞不定了，这个什么4兵营我还是能搞的。哎呦你大爷的，那个怪怎么有点熊，把我那是打得一愣一愣的。好，我再过来再在 这边开个矿。其实 3v3 里面像这种地图稍微大一点的开矿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满地图开矿，满地图跑是最拽的。然后打3v3建议大家先别是那个什么刀扇，刀扇是有上限的，一次只能打8个单位。你要升刀扇，你会发现3v3里面连手都转断了，就打不死人。还是跟我一样是吧，一个二级毒标顶着谁就毒谁的。好，这边的话是轻松练掉这个怪。哎不对，这不轻松，我这快死了呀，这个我又打了一个大无敌。其实我不想要无敌，我想要大血瓶或大蓝瓶。哎呦，我每次练个怪自己都快死了。你别逼我啊，你够了，你够了，我回城了。真的是太跳了，我下注可是很重的，根本不虚，就是干。打锁，打锁，踩，好漂亮，我要直接切过牌了。别跳，我跟你说，这女猎头凭啥能打过女猎手？哎，太小看我女猎手了呀，我的女猎手那可是吃过药的。好，这一波的话是强杀这个 DH， 跪下 DH， 这个时候还不够死。好，你看大量那个女猎手其实还是挺有用的。哎呦，你别打我这个英雄啊，我哎，我去，被晕了 ，no。好，还好跑的是有点快的。好，这里的话再杀一个女猎手。好，这一波打的还是算不错的，小伙子们打的还是 OK 的。好，接下来的话我得去加点血什么的，这个暗夜家里是没水了，不过呢有的时候挤一挤还是会有水的是吧，范冰冰那个水。哎算了算了，我这个不好黑，万一是吧，我这把录下来了，然后什么优酷的大神或者搜狐的大神听到有些是吧比较忌讳的一些词儿把我屏蔽了，那就亏大发了呀。所以有的时候要量力而行，咱们不要太跳了，该低调的时候就低调点。好，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沃登是到4级了，我到5级要调戏死对面的那些什么采金的、采钱的各种农民。好，现在是双基地包精灵了，这是一个很缺木头的一个年代。哎，看着你这一口有口水，我不行了，忍不了了，必须要喝了。看到水你不喝，简直对不起自己。好，最 bug 的一个东西来了，俗称哎，怎么没有森林？哦，有森林了。
其实像这个猫头鹰真的是超级好用，你随便放一点就特别给力。来来来，随便放一点，哎呀漂亮。哎，放啊是吧，猫头鹰这东西你这个不放对不起自己。对啊，全图啊，玩猫头玩女的手，你不玩全图战术怎么行呢？还压这个剑圣 还搞我，你够了，你再搞我的小熊跟你急。啊，我先开个视野。哎，我再上不去呀、啊。你够了。哎呦，这上不去怎么办啊？哎，我想一下，我要利用一个 bug， 怎么跳上去呢？就点字儿，点字儿，点字儿。哎呦，不能赢了你作为目标，你还在逗我。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吧，这个跳不上去，真是跳不上去，没有视野。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带量那个部队已经往人家正面在打了。好，我来加一把火，直接搞定了算了。咱们从来不遮遮掩掩的，有事没事就直接是往人家脸上干的。三矿已经够了，这边剑圣是要升天了，剑圣哥哥再见了。哎呦，你还跑得有点快，这个牛哥往哪里跑？哎呦，一个妈的帮抽了我一脸。好，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女猎手大战什么小鹿什么的，无所谓，就是见人就干就对了。好，不拉不扯，我准备去偷英雄去了。像这种什么牛哥，哎呦，五级牛啊，牛哥还有点厉害呀、啊。慢慢来，不慌，这边有一个三级的一个剑圣是吧？来，剑圣你给我跪下。哎，死，哎呦，跑得有点快，算了，饶你一命，姑且饶你一命。好，这全图得放起来呀、啊。啊，猫头鹰这个东西，你我去，你要怎么那么厉害啊？哎，够了，你够了，你够了，我打不过你了。我去，这里还是有这个的。哎，不行不行，这么打要输，我觉得。我觉得这么打要输，对呀、啊，打不过呀。这么打肯定是要输的，所以说我们得改变一下战略战术啊。我们该骚扰就骚扰一下，像这里叉叉什么猫头鹰，然后侧面是吧，杀杀这个什么兵儿，是吧，我就是当年的木文是吧，玩三线四线五线七八线的各种。来，猫头鹰一放，好漂亮，这里所有农民都死，死完了以后，哎，漂亮的一个隐身，你有脾气打我呀是吧，你打死我呀。好，杀农民计划开始。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这个顶着塔杀不动。哎呦哥，哎，这个节奏不对呀、啊，这被人家打掉下去打呀！同学们，你们有那个没啊？出点什么东西、啊、是吧？哎，这里还有陷阱的，这边是，是，我去！哎呦喂，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这一波打不了，好、啊，先走了先走了，先回去养一波。那个，我建议同学们，你们造点什么投资车之类的。反正这一把我说前面有我刚，我顶着是吧，我顶着你们上就行了。哦，我去，你当我傻的呀，这个不跑不跑就简直就是在送。来，不跑了，转头打，就是你们 DH 是吧，一个毒标强行围杀，跑，你跑过给我看，别跑，我跟你说我的一个围杀用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哎呀，他传送走了是吧，有本事别跑，咱们一v一单挑。哎，其实这里还不太好弄啊。来 ，AD 板，最强的一个组合就是 AD 板，这是也是魔兽里面最强的一个操作，一般人都不好用的，只有像 Ted 这种人用这种 AD 板的一个战术是非常好用的。哎，不对呀、啊，人家这个投射还有点多。好，先杀鸡取卵。哎，这里有一个剑圣是吧？别以为隐身了，我就看不到你。你不知道，哎，死了，他已经死了。别以为你那隐身了，我看不到你。这年头是吧，有猫头鹰在，好，天上围杀了。哎，算了，我们就是干，不拉不扯就是干。小鹿是什么？根本看不到，强行弄就行了。来，下面的还有谁 ？DH 是吧？强行围杀是吧？这是强行修道术。你没有 TP 了吧？没有 TP 了吧？我就想问你，干。
我不拉不扯就是干，无所谓，加血是吧？完全不虚，调整一下位置。哎妈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去，黑了呀，这个，这部队有点多呀。马虎这六兵营爆兵爆不动了，走了呀，我们就两家呀。咱们的三十的后勤呢，不能乱来呀，这个一波一波，从刚刚宋金燕的一样了，咱们不能当宋金燕的好不？演戏的演全套啊，你这么宋金燕，绝对是天王派的逗逼。等回去，等我回去养一下，先养一下。你们转点头车，前面我来刚着就行了。头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好，准备去断人家经济了。有的时候，咱们得玩点智取的了，比如说像这个我等是吧？断家经济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事儿的。哎，我不断你，我断兽族的，兽族的好断一点。来了，别跑，就你们这些小农民，一个毒镖一个人头的，这个是。来，我们集合呀、啊！哎呦，打歪了，打歪了。哎，集合一下喂！我去，人家这个巫医有点多呀。别以为你那个擦棒子就不得了，擦棒子会被驱散的。来包了，这我必须给他包了呀。好，我也是开始包兵了。想跑根本不可能的呀，我们这个部队那么多，来北上推起来，先从这一家兽族下手。哎呀，他还有那个什么东西的。好，我这边履历手已经达到二攻二防了，是蛮高的了。带我三攻三防之时，算了，我还是英雄来顶这个伤害吧，英雄顶伤害靠谱一点。来，猫头鹰飞起来，来就这一家了，来先把这个兽族给抬出去。我四筐在手是吧？六边履历手还虚你们不成？来调整一下阵型。禽兽们，同志们，跟我刚！哎呀，你这个还陷阱什么的，完全看不到，踩死我！啊，你还真踩死我了！哎，头车呢？说好的头车呢？这个真需要头车的呀，没有头车要死的。好，我现在开始各种去戳人家的一个英雄了。正面来说的话，哎呦，人家还有绿浮游的。哎呀，不行，我得去偷一下这种英雄是吧？顶起大无敌！杀掉这个英雄，这边好多那个猎头啊，不无所谓，来弄他，弄他，我差一个兵到六，好到六了以后三级毒镖，跟刺客英雄是干嘛用的？就追着人家这种是吧？脆皮英雄一阵对着菊花各种戳戳戳戳戳，想跑啊、你在我这里想跑，一个毒镖立马叫住人的，你还不给我跪下？你有本事跑啊？不跑了，好死了死了，毒死了已经。潇洒回头，哎，不对呀、啊，怎么又没了？哎，不对的呀，走走走，打不了，打不了，打不了。哎，这个是要黑，我觉得这个不行啊，打不过呀、啊。哎，咋个回事啊？我去，打不过人家这个是，先走啊！我去，这个还没有 TP 的，哎，这履历手确实是传奇兵种啊。当年凭啥他能拿 WCG 冠军啊？这个兵种也太传奇了呀！他妈在逗我！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这个是要黑。哎呦喂，这个真是要黑了呀！等一下啊，带我想个办法。来来，先有兵没，同学们？我需要你们的兵儿。我勒个去，他那个猎头配那个巫医还真挺厉害的呀！我去，还有奈瑟龙，我去，我还是个魔免，好、哦、剑圣是吧？来，先瓢你一记，瓢，来瓢完了就走。哎，这个牛哥是没有无敌的，来杀牛哥，杀牛哥，这个牛哥是没有无敌的。哎呦妈呀，没事儿，轻轻的瓢他一下，杀的就是你。哎呦，还有这个残废的这个。来杀牛哥呀、啊！我跟你说，你虽然跑得快，但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没有无敌的。
杀是吧？我管你多少级的，十九的杀，你没有无敌，凭啥那么跳是吧？十，真的是没无敌的一个英雄还那么跳，你也不知道咋死的。废话，刚才不是死过一次了，肯定没复活的呀，这我还是能算到的。有复活你杀他干嘛呀？哎，不对啊，这现在还是挺难打的。哎呦，人家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拽。现在的话还是可以打，打肯定是可以打的。来弄啊，来金刚葫芦娃搞起，葫芦娃。哎呦，你别给我拆了，别给我拆了，别给我拆了。哎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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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了这个。我的葫芦娃，弄他。我传说的金刚葫芦娃。哎呦，你别顶我这个了呀！我七级 DH， 这个也夸张的很。来干！啊，先把这个蓝色龙给打了。蓝色龙其实有点讨厌的。为什么那么弱啊？这蓝色龙？哎，我是变成葫芦娃了，这个是。节奏不对呀、啊！说好的那个随便把我威尔曼打死了，我去！哎呦，我这个葫芦娃得留点儿。我看我能不能去偷人家英雄了？现在我等就得偷英雄了。我去，还有熊这个同学，我去大风车！哎呀呀呀呀！这个跨年是把我跨死了！哎呦我去！这个好雷人的感觉，哎，完了完了，这个 AC 好像射不过人家了。UD 同学，你出点兵儿啊，是吧？不要吝啬你的小兵儿啊，你就出吧，随便出一点吧。哎呀哎呀哎呀，完了，一句没钱，我觉得有图有真相，我竟无言以对啊，这个是。好，我得拉扯一下了。我们没钱，对方也应该是没钱的呀，是吧？这稳住，我觉得还可以玩，完全不虚的。虽说我没有葫芦娃，但是我可以杀这个 DH 是吧？来干！我跟你这样证明一下，什么叫真谁是第一的一个刺客，根本不虚的干！十，漂亮，毒死了。这个 DH 已经是黑了，剩下的一个啊，这个部队赶紧的把他给全歼了。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先把这个陷阱给打了，陷阱有点讨厌的还是。哎呦我去，没死！你这不是打击我信心？哎呦，让我拉扯一下。哎，九级牛哥是吧？你十级牛哥都不理你，干！我就根本不虚你那个牛哥，牛哥什么东西可以吃吗？哎呦，你来送是吧？来送是吧？来打他！哎妈，这个丢 miss 的一个程度是有点夸张啊！哎呀，完了完了，这一把真是要黑呀、啊！哎，不过还好，这个 DH 要死，来！哎 ，DH 你肯定是死，跑哪儿去啊？哥有葫芦娃，还虚你们了？哎呦，我悠着点儿，先杀英雄，杀完了再说。哎呦妈呀，又被晕了！哎，我的那个葫芦娃呢？黑了，不行，我这横竖得把这个 DH 给杀了，是吧？不杀 DH 我不舒服。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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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AC 没了。我唯一的一个部队 AC 就要被人家给踏平了呀！哎呦，这里还被人家给塔了，我去！完了，完了，这个跨年是跨的有点失败呀。哎，我又把自己给引进去了，我用女猎手已经是第二次玩脱了。哎呦，你们赢了，你们赢了哈！哎呦，这打到头晕了。